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抹茶绿色凉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款式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它的鞋头前面呢是这种包跟的，但是又很透气啊。如果说脚型不太好看的姐妹们，完全是可以入的这一款鞋跟的话，我测量了一下是有6厘米的，比较适合小个子和高个子女生都是可以入的哈。它的鞋底呢还是有点软的，鞋底底部呢还有这种固定线的设计啊，非常牢固又耐穿。它的质量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是蛮不错的啊，做工细节都非常好。这个抹茶绿色的颜色我觉得也蛮好看的，它的防滑效果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有一定的防滑效果的。版型看上去蛮不错的，我买的这个呢是37码的，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脚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不得不说，这款鞋子穿上脚真的很好看耶，很显娇小耶。它这个鞋头设计上面呢还有这种贴钻的同色系的贴钻啊，还蛮显质感的。鞋跟的话后面是这种圆形的一个鞋跟，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。这个抹茶绿呢夏天穿也是很合适的哈，配白色裙子的话也很好看。大家看一下正面、侧面、后面，全方位的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它的效果，真的还蛮不错的啊。颜色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我买的这个呢是一个绿色的哈，抹茶绿，夏天穿的话这个颜色我觉得也不会很单调啊，这个颜色恰到好处啊。这个鞋头设计呢我觉得很特别啊，很有设计感。这款鞋头呢它是这种包头的一个这种鞋型设计啊，就很修饰脚。这款鞋子穿上脚呢也很舒服啊，很轻便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侧面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